这枚血珊瑚已有500多年的火，以精神导引之术吸收，可用其精华补充法力真气。接着，多谢。 这血珊瑚果然不是凡物。方小林，你也来补充些真气。多谢公子好意，我自有办法恢复法力，不会拖你们的后腿。公子，要不要试一试？嗯。